Snowgat cookies. Snowgat. S-N-O-W-G-A-T C-O-O-K-I-E-S. Snowgat cookies. 这是 homemade 的 homemade 的 OK 就是handmade homemade 一样啦，就是自己在家做的，没有那种防腐剂啊，没有什么的。然后这个我还没有开过，但是之前呢其实我有吃过一次了的，不是年头还是去年，然后它是非常好吃的。是不是送礼物？不是送礼物，是跟你分享美食。刘森，好，很美哦，你看，哎呀 ，OK。然后什么叫 snow good 呢？一直播就卡了，算了啦，就是这样。晚上它一定是卡我的，所以有时候想骂出口。你们看一下 ，What is this？ 没有看到？哎，很香嘞，这个。一打开哦，你就嗅到那个香味了，你懂吗？这个 Snowgat， 这个包装呢，看起来已经是非常有诚意啊。我先把它盖着先，密封起来先。OK， 今天这边有几种不同的口味。OK， 我试吃给你们看一看。OK， 因为啊，这个很好吃的。雪 Q 饼，他说是雪 Q 饼哦。我是觉得为什么它叫雪 Q 饼呢？不可以放雪花饼啊、雪酥饼啊，一直卡哈、啊，一直卡就真的是没有办法的。OK， 很香嘞，你自己看一下哦，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哥，那好吃，突然间觉得天使下凡，你懂吗？天使来到我身边了。这个味道实在是太幸福了，这个味道。OK， 来来 ，Hello， Larry Chang 啊，你看啊，这个叫做 Snowgat 啊，这个应该是那个 Cranberries 的，就是蔓越莓的酥 Q 饼。你知道它是有这个饼干在里面，然后又有那个 Marshmallow 棉花糖，然后有棉花糖之余呢，它其实还有一些。其他的一些分量啊，其他的东西，然后它是结合了弹牙、脆口，但是不会过甜的口味，还有奶香味，看到吗？香味，看到吗？哦，有，哎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、啊，你们自己想看啊，你咬下去的时候啊。它有那个棉花糖的软跟 Q 弹啊，然后有那个饼干的那个感觉，但是它不会硬邦邦，它又不像那个雪花酥这样子哦，酥到一咬啪啦直接融化掉那个，它是结合这两个之间，然后它有那个蔓越莓就好像 Raisin 这样子的。是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吃到这样子了。